一个美国军官生活在阿富汗。有一天呢，他看见一个给他服务的人员在他院子里小便，他抓着机会了，然后上去揪住这个阿富汗人。这阿富汗人吓一跳，尿了一半，憋住了。你岂敢在此小便，真是无礼之极，这样扣你半个月工资，然后今天开始你可以走了，不用你了。阿富汗人呢，也知道自己理亏，干了一个月了，你应该给我剩下半个月工资吧。这个美国军官一想，对呀，不必了，以后啊再在我这尿一泡就行了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，以免破坏了我的规矩。这阿富汗人说，去你妈的，然后把剩下半泡尿尿了。